的是金话筒奖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金话筒奖的得主都是谁呢？请小朋友们看一看，谁出现在大屏幕上，谁就走到舞台上来。来，注意啦！呜呜！丹尼尔、赵子涵，哇，高兴吗？太棒了！来，周老师，来，咱们两个一起颁发证书，交给你。这个是果果，你发吧，果果。下一位 Daniel 徐许浩然，对 Hanson 头杜韩春，下一位湾户胡维一，下一位 Jasper Wang 王张子爵，哇，好特别的名字啊！下一位。Jenny 赵子涵，还有一位 Michael 徐 Teresa Liu Daniel 徐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家庭奖，他们一家带领孩子一起学习中文，所以这个奖一定要颁发给他们。大哥，再拍个照片，一起拍个照吧。有丹尼尔拍照，好了，接下来小朋友们把证书放好，还有你们最开心最想要的是什么呢？小礼物。太棒了，来，礼物上来呀，礼物自己不会走上来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去拿小礼物，孩子们都上台上。